弟子徐慧芳，再使一些新闻。从今而后，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情义赴汤蹈火。爱你爱了多久，心痛说不出口。看着天空没了以后，地平线交错，究竟到哪里才是终点，何去何从。诺言留下的泪是谁的不对，面具下我的泪还有谁能够了解。偷偷的走，一个人走，流淌着血的心在伤痛。谁帮我那些思念那些痛坚决不思念。对爱情不知在乎公不公平，深爱你的人总有一天会死去，之所以会要搬回来，是因为文浩他得了膀胱癌末期，医生说他只剩半年可以活。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注意到。我们今天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尿尿有血，我以为他只是火气大而已。所以你不喜欢文浩也好，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你一定要把握时间，啊，把握接下来的时间，跟他好好的相处，以免后来遗憾。所以，如果你能够承认你喜欢明浩，让他心情好一点，也许这个半年会变成一年，一年变成两年，两年可以变成永远。许夫人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有喜欢吕医师，可是我去跟他表白，真的有帮助吗？当然有啊！你知道文浩，他喜欢的女人全部都离开他了，所以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喜欢他的人，在剩下的日子里面留下来陪着他，让他感受到被爱的滋味。刘医师好可怜哦！那现在我是不是要赶快去跟他表白？你就说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了你喜欢他了，你刚才不承认啊？李富成啊，你别的好啊，你不要动怒好不好？身上能烫住，谁叫你那么好骗？你真的很白痴哎！你自己想看看，如果今天吕文浩他是膀胱癌末期，对不对？我有可能会搬走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很难讲啊，谁知道你什么人啊？
我是许富成嘞，我最讲义气的好不好？若今天癌症末期的话，我一定是想办法先把他的病给治好，然后再一起去找药辉嘛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不要生气嘛。不过你刚刚既然已经承认你喜欢李荣浩，我也跟你讲，我绝对不是那种小人啊，我不会阻止你喜欢文浩，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从现在开始。我会更认真的追求你，让你看到我的好。今天你不是说你放荣誉假常约我，我是没空。不然这样，明天晚上我有空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明天有空啊？嗯。我没空，你找你的小弟陪你去看了。喂，文浩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当医生了。歌声，嘿嘿，会听哦。那我们肯定。啊。我帮你倒哦。对啊。哎，我浩，哇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讲。许富成，张医生他哈。哎，我乱讲话了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要是敢。哇塞，除了我跟慧芳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有人敢警告他哎。嗯，谢谢。你不要忘了哦，他可是三联帮的二当家。有点事情可以商量。啊，就在这边商量啊，这边都是自己人，不用怕，说。私人的事情不方便公开讲了。许富成，明天看电影啊。为什么？哎，文浩，我跟你讲啊。好好好。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班表了，但我确定是你来跟你讲。好，我等你确定，反正会配合你。许富成，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啦？这个哦，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小秘密啦。哦，哎，不过其实你们两个看起来还蛮配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女的美，男的帅，绝配。都怪我太自以为是。我原本以为要会看到大家就会想起我们，没想到看到我们的那个眼神是这么的冷漠。我光想到我就觉得好可怕啊。要会暂时想不起来我们那还没关系，可是要是他继续被天魁这样利用下去，会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阿成说的没有错，不管耀辉可不可以恢复记忆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了解事实，离开天魁。所以当务之急，我们必须找到黄有才还有老孙，这样子才可以让耀辉明白一切。慧芳，嗯，你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哪有啊，才十一点多吧。才十一点多，你不要忘了，于慧芳，你老公才把你从警局给保出来，照常理你应该直接回去的，你怎么会跑来跟我们？是他同意让我来的耶，而且我有叫他来啊，是他自己不要，怪谁啊？慧芳。有些话我希望能够听进去。我们从小一起混，进出警察局是很正常的，这种打打杀杀的生活我们都能够了解。
但世奇他不一样，他是出生在那样的环境底下，搞不好到警察局保人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请你用同理心站在立场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老是用自己的逻辑去看事情，这样对人家很不公平。是啊，慧芳姐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吕医师的。对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他。你赶快回去当你的少奶奶，不然你家那个哦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你闭嘴啦，烦死了。好啦好啦，我现在就回家，乖乖当我的人妻，可以了吧？嗯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好，拜拜。路上小心一点。我送回房间。好。赵总，安娜，龙哥有事叫你马上过来。哦，我知。阿珍，怎么了？狼哥叫我先过去。好，我先走了。真敢死的啊！这么闲啊，要跳过我去做老大？我无啦，无，无我问你，下晡你少年带你去倒？无你这么闲怎啊？啊？甲恁爸讲的话拢当作放屁？啊！这么什么所有的代志，你都注意得到啊？啊！我跟你千交代万交代，卖轻举妄动，做代志较冷静的。卖话讲煞，目睭的呢？啊！啊！少年带的弄上地狱，要救人？你实在啊！你要入去正经，你有先探听一下，人内底偌济人？啊？我无。全部的少年是听你的命令哦，你话抬就抬啊，你话冲人就冲哦。万一你若冲了到底，啊内底有三四十个人哦，也计是等你。啊，你甲少年们全部拢死遐，啊？有啦，我煞未记哦。咱新哥即马叫嚣上好个嘛，吼、哦！你即马家己认为你是全世界上厉害的人对无？赞！我看我好退休啊，吼、哦！老大换你做啦，龙哥，你别激动啦，我安那，不是叫嚣最好个，啊老大换你做你会惊唔？哈、啊？是我唔好啦。我下次不敢了啦。下次，那下次我归去哦，我归去让你死啦。卡边呢，让你死在别人手头，啊，我把家己少年拢害害死。嗨，咩安尼哦，一路甲你经到今嘛，哎，三年你算第二坎的呢，啊，你副房主呢？你国内是要接我的位，你家己知影无？啊，结果呢？这冲锋，头壳拢底屎，做代志完全拢无计划，啊！啊，若真正三年交你，我可买一礼拜，啊，全部人户口滴水啊！我知你想要救亚辉啦，啊我呢？我敢无想要救，
八百届嘛，证据找着，证据找着，罪行戏就现啊，证据你就摕妖怪看，妖怪就知影嘛，就转来嘛，是不是？我已经失去杀气啊，我嘛失去妖怪啊啦，你是希望过来，我失去你也是啊？过来想讲。遐哩讲咧到底，啊文浩，互你害一个坐轮椅啊！遐人是大人来找我，我咩处理啊？我是要甲你个脚骨拱个当行人。伊若真正要安尼，我一双脚就给伊啦。遐哩讲咧到底，啊文浩，互你害一个坐轮椅啊！遐人是大人来找我，啊我咩处理啊？我是要甲你个脚骨拱个当行人。伊若真正要安尼，我一双脚就给伊啦。阿爸，你干嘛那样来？唔要连听住我讲等于死哦！龙，阿娜，起我起，起我起。自己做啥事就自己想清楚，已经我这冲锋敢做头了，你敢要徛？徛到明仔载我困死不起。是啦。头等。来，听清楚。交代了，吼，甲所有兄弟交代。一礼拜以来，我要找到这个黄友仔。那一礼拜了后，找无这个人，我跟你讲啦，啊，所有人解散，免衫剃土社会啦，大家包包回去扛，落去警察。对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处理。看啥？这么晚了，会把你买不回来。妈，还没睡啊？对不起啊，今天让你担心了，还让你去警察局保我。你这个对不起还来得真突然，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哎呦，连这个也要我教你啊？你就很温柔的跟我说，亲爱的老婆，我还是非常非常的爱你啊，就这样嘛。哦，亲爱的老婆，没关系。慧芳，我真的真的很爱你，所以以后不要再让我担心了，好不好？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做？现在啊，也只能够尽全力找到那孙大哥还有黄有才啊，毕竟一个是肇事的逃逸凶手。另外一个是在耀辉失忆的时候，他最大最大的恩人，也只有找到他们两个，
才可以拆穿那个刘金宝的谎言。你说，资料里面这两个人？是啊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。好了，老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夜深了，去泡个澡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精神啊，嘛当然休困啊。我想会长若好好困一下，应该就无啥问题啊。啊，会长我来顾着我，你明仔过来上班，较早休困。免啦，上哥。阮爸今日变成安尼，拢是我造成的。我来照顾就好，你先去困也好。好啦，家己嘛较早休困，好。这多年来，你用你这双手辛辛苦苦打的江山，只是让咱天开这个大家庭。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也亲像一张大手同款，顶着阮所有兄弟，是我受过毋捌代志。这几年来，一定习惯有你来替我挡住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风风。一时间，煞乎我来袂记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爸，请你一定爱好起来，因为我有真侪代志要听你的意见，我有真侪代志需要你的提醒，你千万特别当安尼倒落去，好吧。爸，所有的代志，哈鲁拢已经甲我解释啊，是咱来误会哈鲁啊。阿丹尼尔，阿休困较久，我一定来好好报告。来收着，伊是你的爱。许富城，竟然一大早五点多就从外面打电话进来，叫我起来帮他做早餐，哦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啊，珊珊啊，我早餐好了没啊？你没看我正在做啊？急什么？
拜托你快一点好不好？我现在是腰酸背痛，又饿又累的。还好狼哥一早就起床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站到何年何月。谁叫你不听狼哥的话，被处罚活该。哦，这是传说中的发誓祖师啊。要不然呢？法式吐司如果再搭这个果菜汁，应该就是满分的啦。果菜汁，算你狠。好了，等一下准备。谢谢喽。哎，对啊，我到嘞，要不要去转哦？没有啊，慧芳姐一早就推她去公园晒太阳了。哦。啊，难怪你心情那么差，我还以为那个来了嘞。什么那个来啊？你脏哎！我说你那个来，我没说是月经，这样也脏，会不会对我太严格了一点？好啦好啦，你不要生气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金刚不要做了哈。我水果蔬菜都拿出来，你又叫我不要做，你整我。你赶快走啊，赶快走。好吃吧？还不错，不错。许富城，我觉得慧芳姐好像对吕医师很好哎。干嘛？家吵啊？没有啊。那慧芳啊，她对文浩好。哎，给够没？我们从小是个结拜兄弟姐妹，而且他们俩在一起过啊。那慧芳啊，他对文浩好，哎，给够没？我们从小是个结拜兄弟姐妹。而且他们俩在一起过啊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昨天你说吕医师喜欢的女人都会离开他，也包括慧芳姐咯。吕医师好可怜哦，如果啊他喜欢的是我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他的。那慧芳姐跟吕医师他们为什么会分手啊？我不知道，个性不合吧。哎，不重要啊。慧芳现在已经嫁人了，她跟文浩之间啊，就那种单纯的兄妹情，不用担心的啊。听起来你怎么好像在帮吕医师讲话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诡计？哎，我怎么会有什么诡计啊？亲爱的詹医生小姐，我再一次郑重的告诉你，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是正人君子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不认为我会输给文浩啊。再说，一码归一码，我跟文浩是兄弟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为了马子撕破脸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得分啊？好啦，给你加两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啊，两分，对。那我现在几分了？两分啊。喂，你。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如果总分10分的话，我只要再。总分是100分。
你太夸张了吧，一百分。怎么样？我刚刚才决定把你列到我心中的积分排行榜哎。无猜我对你这痴情，对你这么用心，你现在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。哦，这样啊，嗯，要不然就连列入排行榜都不要列喽。哎哎，不去不去，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两分，好不容易让你答应考虑我，两分实在是太关键了，谁都不能夺走它。西门帝王和这个台词大概就是这样了。人生说来真奇妙，本来老陈要这条命是打算说万不能跟三人有冲突的事听我做保险人，想不到陈阿飞竟然跳出来替天贵办代志，还办得这么水亏。这吼是回你有眼光，眼光有够远，才来留落来。这应该是吼好心有好报啦。唔知是人老啊吼，啊身体较歹啊，想法咯所拢会改变。想讲啥物代志吼，顺其自然就好啦。就像即个陈阿飞，顺这个势留落来。啊！竟然甲咱斗相共遮济，讲实在，陈阿飞真正是人才，真可取。不过讲个拢遮重视，啊，咱天魁的人吼，留一半叫上上遮好，我就免烦恼啊。国啊，你知我咧讲啥物人无？哦，我知啊，会长，你在说阿水他们嘛？你这狗囡仔都反应好啦，我咧讲你啦。是，文婷，文婷会自我锻炼，加强提升的。你开车慢点，超速就好了。是讲讲嘛奇怪咧，三年的人哪知有迄天会去限制的地方？我真怀疑哈路。啊，交代的是办了安怎？最近所有的证据拢无够清楚，所以我叫恁办一下代志，啊办到安尼，即马是办到我讲伊证较清楚样啊。会长，你不要动气啊！医生说要小心二次中风诶。无，你是最多你别我中风一届哟。唔是啊，唔是啊，会长，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注意身体，因为你的健康就是我们天魁的幸福。哎呀，会长啊，医生有交代，即阵哦，较卖生气啦。爸爸，希望伊个本间吼结冰啊啦！回六，快给喝了，快给喝了！不是回六，你不是看的是西医吗？为什么要喝中药？这样不会强碰吗？我安尼吃些药啊吼，爱搁给你写报告。好啦，大，这个中西合璧啦，国兄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回六可以喝了，已经不烫了。我扶你起来了。小心！哎，小心！啊！哦，很烫。哦，那才好啦。回头凉药苦口了。啊！还有较好无啦？有啦，回头有较好啊啦。爸，拢是我唔好啊。哦，若是我伫发生问题的时阵，第一时间就马上来做处理，安尼囡仔哦，就会发生这侪误会啊。啥物误会？无你嘛讲个听我妈咧。啊对哦，昨暗时啊，我去找阿如，把所有代志拢问清楚啊。啥？你去问阿如？
哎呦，你这囡仔在冲动啦哈！啥物代志哦，太甲你啊用咧？咱即摆调查伊，啊你互伊知影调查伊，啊伊有啥物证据，伊是要插人家写袂掉，啊是要插啥啦？会长啊，小心二次中。我知啦。啊，如安怎讲？伊就讲哦，伊迄天敲电话去病院，是因为听我讲陈耀辉对江一龙开枪，啊伊认为江一龙是个时代，照理来讲。应该打电话去关心一下。假设讲哦，伊若真正有甲三人的偷来暗去，那呢，伊早就知影哦，这个江一龙会掉钱的代志。不过这通电话，我确定是我甲讲了后，伊才卡过，所以我认为这点哦无问题啊。而且还佫有就是吼，伊实在这个柯富贤，这样之前早嘛知影。所以可以先找伊，啊伊歹势拒绝啦。伊惊用讲吼，啊即摆人大牌啊，暗暗拢袂晓插朋友啊。但是哈鲁嘛真清楚，三年个甲咱天开，即关系非常个紧张，所以伊才会偷偷约伫便所个见面。啊伊可以先吼来找哈鲁，嘛是为着要甲哈鲁熬过因三年辛苦个经济个公司啊。啥？诶，这三年食我真够呢哈！连哈鲁都要甲抢，真正是一个骨头都无剩的哈！阿弟啊，你先莫生气啦，小心！我知啦，二次中风啦。啊，你放心啦。虽然这柯贤有甲哈鲁讲吼，条件随在伊开，不过哈鲁伊无答应啊。哇，条件随便开，那不就削爆了？甜不甜啊？哈鲁讲吼，伊绝对吼袂离开寰宇唱片公司的啊。啊！伊嘛是惊这件代志，互人知影，那会甲甲三个抢起来。啊，柯富贤又阁是伊朋友，所以伊才会选择来乌毛这件代志。安尼讲嘛是有理。对啦，爸，我相信哈鲁绝对哦，未来反背着天规啊。啊，不过主任啊，我是选择要相信哈鲁啦。不过安尼话嘛毋是办法啦，啊，归去安尼啦。啊！你都才介意吼，规个胖胖家娶起做新妇，咱都别怀疑哈鲁啊！啊！其实我早一定跟哈鲁讲啊。啊，归去安尼啦！啊！你都才介意吼，规个胖胖家娶起做新妇，咱都别怀疑哈鲁啊！啊！其实。我早一定跟哈鲁讲啊！啊，你跟哈鲁讲啊！哇，哎，贤哥，你终于跟哈鲁姐告白了！哇塞，这下子赚翻了！哎，熊哥，你这样输我2000，赶快给我！但是你讲啥？顶个月两对人带3600，扣2000，你搞我1600嘞？啊？熊哥，不是吧？我记得我……哎呦，你吵死！恁细条卖吵，这嘛先讲大条的啦！注意啦！阿哈鲁安怎讲？啊，伊可能是受感动啊！啊，听了吼，一直流目屎，阿嘛无讲啥。哦，啊，伊拢无讲啥？唔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刚好知影我的心意尔，不过我无来问伊想法啦。哎呦，戆囡仔哩！啊，既然问就问我彻底，啊，讲就讲到归去，哈，哪有人头洗一晚再去困呢？啊，就是嘛，贤哥，在这感动流泪的 moment， 你应该赶快把他放出，然后自己去房间纠缠一下。啊，明年此时此刻，你就为人父母了。我是咧讲啥啦？啊，回到家好一点嘛呢？你叫下去开房间，你敢对？拍谢啦，回丢，但是至少也牵一下手或抱一下也好嘛，对不对？无啦，爸，我是感觉这感情的代志，得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啊，我嘛不需要强迫哈鲁来接受我。好啦，先咱两个代志吼，恁家先两个处理好哈。行啊，叫哈鲁去办嘴。是爸，啊，所有代志不是拢讲清楚啊，有啥物你甲要叫哈鲁来啊？哎呦，我叫去袂吼，关键别也袂失礼啦。哎呦，这个是你吼，伫我两个中，啊，若无依照哈鲁个性吼，知影我调查伊吼，伊马上跳落去遐告，互伊告一日吼，咱个背个骨头都无剩啊。啊好啊，再无甲咱告。
所以吼，我赶紧给解释，啊，给回个实例，啊，代志就圆满。啊，我今日代志到这就断落啦，所以我出去倒吼。好的，好的，来，来，来，坐啦。好的，我是吼，要给你回个歹势啦。唔免啦，会长。这件事我有跟恒哥讲过，我想跟你问一下，啊，你的身体够较好？有啦有啦，啊，我这人是安那啦吼，该通我唔对，我一定爱家己负责的，嘿，我不应该吼怀疑你，啊，调查你，啊，搁调查小燕子，我吼做歹事。没啦，会长，是我的不对啦，我应该主动跟你们说明的，所以你们没有会歹事啦。好了哇，你真正足大心的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安尼吼，来大概三年了吼，在联络，啊，天鬼人看到吼，人会去讲话，啊，我会较为难。我知啊，会长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下次如果三年他们有跟我联络的话，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会长讲。安尼我就较放心啊，安尼你别跳槽了吼。没啦，会长。啊、哦！我欠你们这么多，还都还不起了，怎么可能跳槽、啊？哈哈哈！真好真好，有你的保证吼，我特别怀疑你啊！啊，以后你甲主任吼，两个爱手牵手，啊，好甲唱片公司吼发扬光大，知无？爸，这嘛是在讲啥啦？哎，我敢有讲唔对？啊，本来做事业都爱手牵手，心连心啊，共同创造连体婴。过来，这句话无好笑。哈哈哈！不错吧？有我这么帅气的黑道大哥，安全的把你送到三分地。谢了谢了，拜拜。哎，你干嘛这么急着赶我走？不是嘛？万一啊被我同事看到我跟一个黑道大哥在一起的话，我会被说闲话的啦。你不要怕，到时候你就告诉我，谁说你闲话，我叫他和吕文浩一样坐轮椅，叫他和吕文浩一样休长假。太过分的人啊！我让他休假休一辈子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好有男子气概哦。扣两分，你现在是零分了。哇，我开个玩笑而已，不要扣我分嘛。哎，我差点忘了班表。你还记得？好啦，看一下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要陪我，我怎么可能忘了？为什么要到下礼拜才休假？你才知道啊，我们的工作是用血跟泪换来的。明明就是别人的血，我不管啊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租 DVD， 你今天晚上给我看。好了好了。八位，安娜，找到黄有才了。王先生，请你老实跟我说，那个刘金豹是不是收买你去找陈耀辉，然后和他说我们指使你去杀死我干妈吴春兰？这位大爷，我拢是吴春兰哦，只是一场意外啦。你讲什么刘金豹跟陈耀辉，我拢无识识啦。你无识识？我今嘛请你吃。你若想无清楚，我等下就请你吃饱，让你吃到饱饱饱。许富成，你不用讲，或许人家是真的不认识刘金豹跟陈耀辉。
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刘金豹到底是怎么骗耀辉的。好，我就当你是真的不认识他们，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有什么话哦？你尽量讲啦，我愿意斗三工啦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你撞死吴春兰，她是我们好朋友陈耀辉的妈妈。后来她为了追你，跟你一起跌落山下，结果失忆。如果像你当初讲的，只是个单纯的肇事车祸，我们希望你可以出面证明，这件事情是没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。为什么要我出面澄清这件代志啊？这件代志一当前就一定明事何解啊？我嘛赔钱啊呢？这得当证明是单纯肇事啊！单纯？真那么单纯？我找你来干什么啊？是这样啦，这个刘金豹呢，他是天魁的老大，跟我们三里有一些过节，所以他故意跟耀辉说你是我们派去的杀手，所以现在耀辉认为他的妈妈就是我们杀的。应该我出面跟陈耀辉讲清楚。对。如果你可以愿意出面的话，我们会给你一些钱。要不过我一出面，唔得地是天魁爷老大老金吧？我不爱啦。我叫你来是要听你讲意外。那是黑道呢，足恐怖的呢。天魁是黑道，我三年都不是黑道。我拜托您啦，您去想别的方法，莫找我啦。那是我买的方法才找你。这样啦，如果你可以出面的话，我们给你300万，怎么样？那都不是钱的问题啊，就算我提你300万，我有钱嘛，不免开啊。要不要一句话啦，其他我没给你讲。我安尼啦。500万。好啦，既然你觉得要你出面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一句话，1000万。你觉得要你出面有这么大的风险，一句话，1000万。啊，你是要上多久啦？1000万要送给你，你还在想，太歹去啊！你卖个卵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也不勉强你，办这样好了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考虑一下，然后打电话给我。对了，这件代志哦，最严重，我需要好好等伊考虑一下。你等，对吧？你就算放他走。让他回去好好考虑考虑。可是他就这样。你到底打什么主意啊？人就这样放走了，到时候找不到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刚刚有偷偷观察他，他是真的很想拿那1000万。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得罪刘金豹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。
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还是叫那些小弟盯着点。我相信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。过去讲话啊，他说以后不会再怀疑我们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暂时先不要跟文浩他子他们联络，知道吗？免得他再多起疑心。好，走走。永姐，为今仔开始哦，这个国税局的人会来咱公司查账，而且会连续查几六天啦，所以公司要有大人伫个。我爸身体还袂完全好完，我想要留在厝来照顾伊。所以这查出来代志，都拢交代互你啊。是。哎，阿鲁。哎，是海哥。那如果永吉要去公司，阿你又要待在家里，这几天是谁要陪我跟小燕子啊？其实都随便啦，就看谁有空谁陪都可以啊。对啊，比如说耀辉哥啊。哈罗跟小燕子哦，这几天就麻烦你照顾，好不？好，我要好好保护哈罗跟小燕子。好啦，安尼啊，阿公今麦伫外口咧等你啦，你当好处啊。要跟他们麻烦你了。小雅，这是医生交代的，要有会长用的。哦，好好好，小哥，多谢你啊。来，哦。喂，上哥，我看到了，有一件代志要跟你参详。迄三个客户是毋找过我，讲要我是前班，所以甲大学会对接。要唔过你放心，我无答应。只是我最近手头有限啦，希望上哥这边会当准备同款的条件，啊，佮一本假的护照，送我去越南。我想，这对咱上好的处理方式。好，不咯，你放心，三天之内我会全好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上哥，啊，这个苦劳佫开来怎？伊讲三人的出一千万，叫伊出来贴补，咱甲陈耀辉讲的一切，叫咱准备同款的条件，佮我送去云南。一千。伊即摆是啥物意思？过去安尼啦，咱去甲会长讲，我随去甲处理掉。小等下，你是莫冲动啦，至少我代志莫吵会长，你怪无用插嘴的代志。我若去落遐，
要隐瞒你，只是怕你担心。现在重点不是我心里怎么想，我担心公司的名誉受损，将来越闹越大。妈，对不起。妈，你急着找我来有什么事啊？啊？你看，黄海地产与黑道联姻，少东低调密会女飞仔，少奶奶于慧芳涉及黑帮虎拼，交警询问10万元交保，怎么会？慧芳，你现在是我的媳妇儿，我们黄海集团在业界也算小有名气，所以你自然也变成公众人物。妈，对不起啦，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子。刚才世奇跟我讲过实际状况，这件事情已经超过你们可以处理的范围，你们应该跟我讲一声，公司有法务，可以出面到警局帮你们处理问题。结果你去警局说明，世奇去保你出来，刚好就让记者拍到了。你们也知道媒体文化，他们当然加油添醋瞎写一番。妈，都怪我太冲动了吧，对不起。慧芳，你的个性是有点冲动，可是冲动也不是完全不好，至少你跟世奇在个性上是互补的，彼此可以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。好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当作是个经验，妈不怪你。妈，谢谢你哦。不过妈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？这件事情需要紧急的危机处理，所以我打算让我们三个人暂时到澳洲住一段时间。这件事情需要紧急的危机处理，所以我打算让我们三个人暂时到澳洲住一段时间。最多不会超过2个月，风头就应该过去了。可是妈，就要会的事情现在才开始有一些眉目哎，紧要关头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啊？慧芳，这是妈目前可以想到的方法。机票我已经买了，等一下我要去跟副董开会，交接一下最近的业务。妈，慧芳，你这次是听妈的好不好？世奇，你赶紧整理行李，晚上11点多的飞机，我们要到澳洲，就这么决定。妈，等一下啦，妈。慧芳，妈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。世奇，我也想跟你们去澳洲啊，就算要去多久我都没有意见，可是不是现在嘛。现在是紧要关头，我怎么可以丢下他们不管？慧芳，你为什么总是把他放在第一位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完全没有不开心，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听他的话，跟他避避风头。他这样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为什么要你为他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呢？我，慧芳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羡慕耀辉他们三个人吗？我多么希望跟他们三个一样，在你心目中永远都是最优先的。我不需要胜过他们，但是我要怎么做，我再跟他们一样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世奇，对不起啦，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傅晨老是闯祸，每一次都是耀辉还有文浩出面来替我们摆平的。尤其是耀辉，每当我有问题，他一定替我出头，而且不止一两次。
所以这一次我怎么可以丢下耀辉不管呢？喂，王又在啊？哦，决定好了吗？只要有1000万，我决定跟你合作。那太好了。要不哥，我必须要跟你承认，进前老金爸也是逼我去大耀辉。该讲是三个人叫我开车拢是老母的。我为了保命，只好照做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老实说呢？我怕恁对我不利啊！啊对了，请你跟恁三年的迄个寇成英讲，我讲白什么是强逼的，只要恁三年的啊，卖靠我。我愿意去见陈耀辉，甲伊讲这场车祸跟恁三个人拢无关系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跟他说。我敢给你2天的时间，这2天我会随意跟你联络。好，我再安排时间。是谁打来的？哦，是我之前租借公司的同事，他跟一些老客户有纠纷，所以要我去排解。世奇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能跟你们去澳洲。不过你跟妈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跟黄海切割，把伤害降到最低。你讲这个黄友仔，伊愿意跟咱斗三工，啊，把老金把所有银票拢压压出来，哼，这机，哇，我唔知啊，这机的心中才有咱的，伊即马要对抗是老金爸呢，啊？这是有淡薄仔奇怪啦，安波龙哥，有可能真正就欠钱。反正他现在愿意，我们就赶快把他带去见耀辉吧。辉芳啊，你又在这去的，普通时你拢安那联络的？他就说这两天会主动跟我联络啊。他主动跟你联络？嗯。正常人敢会安尼讲话？敢甲你保证，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潘阿兰啊！伊若不是咧社会流过，迄都甲咱同款拢铁佗底。嗯，行啊，是，这个人哦，保护好哦。伊甲耀辉安排见面了后，带伊来见我。龙哥，你在怀疑什么东西吗？无啦，一寡代志哦，想要问伊啦。哎，再讲一句啦，一定要赶紧安排伊甲耀辉见面啦，安尼是非黑白所有真相，一个拢知影。是啊，呾，也为即马甲咱当作冤仇人哩，啊，会见着咱哦，强要甲咱拍死啊！啊，呾安尼，是咩安排因见面的啊？Oh
这次你出来参选网界观光协会会长，是你接天魁的第一步，唔但让人看无起，知无？天魁这两年，我会藏在老金华的棺材底，为了网界，因为消息。哎，这边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！哎，这边右转，右转！这很危险呢。好了好了，下次会提早讲，你专心开车哈。哎，陈耀辉，我想坐仰卧起坐，你帮我压腿好不好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！你冷静一点。你放开我！当我决定要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，你在我心中就已经只是个陌生人。你不要再拉我了！你再拉我就死给你看，你信不信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我的个人自由，你会不会管太多啊？他们没有做什么，你凭什么？我就是因为我为他们想，所以我才提出离婚的。世界真美好，我们都找到了那颗心，停留一刻的肩膀，守护你的手印，在我的心。在你我心里走动。